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时间过得好快哦，又是新的一周了。Nice to see you again。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主题是 active voice and passive voice， 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在学习新的单元之前，让我们一起学习上星期动词的未来式的内容 ：review， 温故知新。第一。动词的未来式可细分为简单未来式、未来进行式、未来完成式和未来完成进行式。第二，简单未来式是用来描述预测或计划即将发生但尚未发生的事实、动作或状态。第三，除了 will 或者 shall 之外，其他可以表示未来的用法如下，刮胡一 be going to 可以等于 will。 我们做个比较， be going to 是强调已经做好的计划、安排或决定，但是使用 will 时通常是表达说话当下的决定或是对这件事情并没有明确的计划。接着我们就来看刮胡二，现在进行式可代替未来式。接着看刮胡三，有些动词如 leave 离开、depart 出发、end 结束、open 开放、close 关闭、start 开始，用在行程表、时刻表、行事历或其他已经表定的事情的时候呢，简单式就可以代替未来式。刮胡四。Be about to 后面会接原形动词，这个时候呢就表示正要做某某事情或即将做某某事情。刮胡五 ，be to 后面跟原形动词是表示已经安排好做某件事情。第四，未来进行式是用来描述某一个动作即将或可能在某一时间之内进行或持续进行中。如果与表示时间的副词子句搭配时，子句中动词记得要用现在式。第五，未来完成式是用来描述某个动作在未来某一个时间点之前将完成。与表示时间的副词子句搭配时，子句中的动词记得要用现在式。第六，未来完成进行式是用来描述某个动作发生在过去，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将延续到未来某一个时间点，并强调动作到时候会继续进行中。与表示时间的副词子句搭配时，子句中动词也要用现在式。温故知新之后，又到了每周一验单元，有请 Andy 老师。好的，今天的每周一验。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s. 滚石不生苔。 Rolling 指的是滚动的，在此当形容词用，修饰石头 stone， 表示滚动的石头。 Gather 是动词，意思是收集，而 moss 则是青苔。这句谚语直译就是一颗滚动的石头无法聚集青苔。这是一句非常古老的谚语，在古罗马时期就出现了。最早的音译版则是出现在英国诗人约翰·海伍德于1546年所出版的《谚语集》中。这句谚语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我们将石头比作人，青苔比作人脉及财富，意思就是常搬家或在外游荡的人无法累积任何人脉或财富，进而无法成功。第二种解释呢，我们赋予了青苔负面的意思。谚语可以解释成，一个人若是安于现状，不求上进，最终只能像一个不滚动的石头一样，长满青苔。继续帮大家介绍 Unit Focus， 单元焦点。Number one, to understand the definition and usages of the active voice， 了解主动语态的定义和用法。Number two,To understand the definition and usages of the passive voice.
了解被动语态的定义和用法。Number three, to learn how to change the active voice into the passive voice. 学习如何将主动语态变成被动语态。了解单元焦点后，我们继续学习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的定义。Definition, 定义。There are two grammatical voices, active and passive. The active voice puts emphasis on the person or the agent who performs an action. By contrast, the passive voice puts emphasis on the recipient of the action or the action itself. 英文文法有两种语态，主动和被动。主动语态强调执行某个动作的人或行为者。那相对的，被动语态我们强调的是动作的接受者或者是动作本身。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句子的主词是动作的行为者，那么这个句子就成为主动语态。如果主词是动作的承受者或对象，则称为被动语态。那我们就用几个例句来说明吧。例句一， John broke the window， 约翰打破了窗户。这个句子中主词 John 是动作，什么动作呢？ broke 打破的行为者，所以这句话是主动语态，可以理解吧。再看例句二， The window was broken by John， 窗户被约翰打破了。这个例句中主词是 the window， 窗户，它是动作 broke 打破的承受者或对象，不是行为者哦。所以这句话当然是被动语态。同学们，从例句可以了解什么是主动语态，什么是被动语态了吗？接着我们就先介绍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表。以动词 take 为例，注意哦，动词 take 的三态变化是什么呢？动词的三态变化是 take, took, taken。 请同学看这张表格，表格总共有三个栏位，左边一栏是时事，中间一栏是主动语态，右边一栏是被动语态。让我们分别一行一行来看这些变化。第一行，简单现在式是主动是 take， 被动语态是 am, is, are 加 taken。 第二行，现在进行式主动语态是 am, is, are 加 taking， 被动语态是 am, is, are 加 been 加 taken。 现在完成式主动语态是 have或者 has 加 taken， 那被动语态呢是 have 或 has 加 been 加 taken。 接着看简单过去式，主动语态是 took， 被动语态呢是 was 或者是 were 加 taken。 接着看下一行，过去进行式，主动语态是 was 或 were 加 taken， 那被动语态呢是 was 或 were加 been 加 taken。 接着看过去完成式，主动语态是 had 加 taken， 被动语态呢是 had 加 been 加 taken。 接着看简单未来式，主动语态是 will 加 take， 被动语态呢是 will 加 be 加 taken。 再来是未来进行式，主动语态是 will加 be 加 taking， 那被动语态呢是 will 加 be 加 being 加 taken。 最后是未来完成式，主动语态是 will 加 have 加 taken， 那被动语态则变成 will 加 have 加 being 加 taken。 同学们要注意哦，倒数第二行未来进行式的被动较少使用，也有些专家认为没有这种语态。接着我们来讲解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的比较还有使用时机。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的差别在于，
主动语态通常比被动语态在语气上较强烈、直接且清楚。原因是我们使用主动语态时，可以立即清楚地看出谁对什么对象做了什么事，所以相较于被动语态，表达上会更直接。那听到这里，同学们可能会疑惑，那么我们就直接用主动语态就万事 OK 了？其实不然哦，有一些情况还是使用被动语态会比较适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被动语态使用的时机。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时机，动作的行为者不详或不重要时，使用被动语态较为正确。我们来看例句吧。首先，第一个例句 ：The notice will be posted on the website soon。该通知将很快被发布在网站上。这句话的重点在于 notice 通知。那至于动作的行为者或发布者是谁，其实不重要，也可能我们根本不清楚。那既然重点是 notice， 我们就会将它放置在句首，并使用被动语态。接着例句二 ：A woman was mugged last night。昨晚一名妇女被抢劫。这句话的行为者，也就是抢匪，不详或者尚未查缉到，并且也不是我们叙述的重点，因为这句话的重点在于妇女被抢，所以我们会将妇女 a woman 放在句首，并使用被动语态 was mugged。 接着例句三 A threatening letter was put in the mailbox。 一封恐吓信已被放入邮箱。句子中放置这封恐吓信的行为者不详或者尚未破案，而且由于这句话的重点在于恐吓信，所以我们会将恐吓信，也就是 a threatening letter， 放置在句首，并且同样我们会使用被动语态。再来第四句 ，The building was built in 1854。该建筑物建于1854年。建筑物的年代这么久远，所以建造者通常不详，也不重要。所以呢，我们会将建筑物 the building 放在句首，并且一样使用被动语态。接着介绍第二种被动语态使用的时机，也就是行为者很明显时，就可以使用被动语态。我们来看例句。第一个例句 ，Traditional characters are used in Taiwan。句子当中 by people 两个字可以省略。台湾使用繁体字，很明显行为者就是使用繁体字的人是台湾人。例句二 English is spoken in New Zealand。 句子当中 spoken by people 当中的 by people 可以省略。纽西兰人说英语，很明显的行为者是纽西兰人。接着我们看被动语态使用时机三，有些研究报告会使用被动语态来叙述，来表达客观的立场。来看例句吧。例句一 ，The sodium hydroxide was dissolved in water， 氢氧化钠被溶解在水中。再看另外一个例句 ，A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300 students， 对。30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以上这两个研究报告的叙述用了被动语态，除了表示比较客观之外，其实他们的行为者是谁也不是重点。继续我们看下一个被动语态使用的时机，也就是隐瞒行为者或不想揭露行为者的身份时。我们看例句 Research fundingwill be cut next year， 研究经费将在下年度削减。本例句的叙述是想隐瞒或不想揭露削减预算的单位或个人。五，表现出委婉的语气。举例来说 ，some mistakes were made， 有些失误产生了。虽然我们可能知道谁犯了错误。但是使用被动语态，语气上会比较委婉，也可以避免行为者的尴尬或者是难堪。接着下一个使用时机，
是强调承受者或对象的状态，或者是把焦点放在事物的本身。我们看例句一。The research report has been published. 这份研究报告已经发布了。我们这个句子的焦点在这份研究报告本身，而不是行为者。再来第二个例句。A press conference was held this afternoon. 新闻记者会今天下午举行。一样，我们这个句子叙述的焦点在于新闻记者会在下午举行，而并不是行为者。针对被动语态的要点， Scott 老师在这边有一个重点提醒。什么提醒呢？就是只有及物动词才具有被动语态的形式。为什么呢？因为主动语态变成被动语态时，受词要移到句首当主词，那么不及物动词呢，不接受词，也没有受词，所以不会有被动语态。接着我们就用例句来说明，比较具体也比较容易理解哦。请看例句。例句一， My wife cleaned the room， 这是一个主动句，我太太清理了房间。这个句子中呢， My wife 是主词， clean 是及物动词， the room 是受词。因为句子中有及物动词再加上受词，因此我们可以很明确判断这个句子有被动语态，于是被动语态就可以改成 The room was cleaned by my wife， 也就是主动句中受词 the room 移到句首变成主词。那其他步骤我们稍后会示范给同学看。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句。 Nancy smiles happily， 南希愉快地微笑。这个句子中 Nancy 是主词， smiles 是不及物动词， happily 是副词而不是受词，请注意，请同学们好好注意。于是我们就无法将副词移到句首当被动语态的主词，所以呢，可以明确判断这个句子就是没有被动语态。这么说来，是否不及物动词永远都不会有被动语态的用法呢？答案是否定的。有一种情况下，不及物动词可以有被动语态。同学们回想看看，我们之前在不及物动词那一讲有学过哦。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不及物动词加介系词。为什么加了介系词后就可以有被动语态呢？不及物动词加了介系词后等同于及物动词，用法也可以接受词，也因此它就有被动语态了。我们用例句来讲解比较清楚。首先第一个例句， A bus ran over the dog， 这是一个主动语态的句子，它的意思是一辆公车碾过了那只狗。这个句子中 ran 是不及物动词，它在加了介系词 over 之后就可以接受词 the dog 了，也因此呢，这个句子是有被动语态的。被动语态怎么写呢？写作 the dog was run over by a bus。 这样大家清楚了吗？我们再用另一个例子来看咯。All his friends laughed at her， 这是一个主动语态的句子，意思是他所有的朋友都在嘲笑他。句子中 laughed 是不及物动词，加了介系词 at 之后就可以接受词的 her， 也因此是有被动语态的。被动语态写作 She was laughed at by all his friends。 既然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都有使用的必要，接着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的转换步骤。请同学们仔细看仔细听，不要错过任何一个步骤哦。先用例子来说明。例句一， She eats the apple， 这是简单现代式。句子当中主词是 she， 及物动词是 eats， 受词是 the apple。 所以步骤一怎么变呢？首先先找到受词，并且将受词 the apple 移到句首当被动语态的主词，所以被动语态的主词就变成
the apple。再来看第二个步骤，必须将及物动词 eat 主动改为被动。那主动改成被动怎么变呢？就变成 is 加 PP 过去分词。于是被动语态的句子暂且就变成 the apple is eaten。 我们继续看步骤三，最后将 by 加主词的受格移到句尾，于是整个被动语态的句子就变成 the apple is eaten by her。 我们再练习下一题，例句二， he wrote the book。 这是一个简单过去式的句子，主词是 he， 及物动词是 wrote， 那受词是 the book。 再来我们就看三个步骤咯。第一个步骤，先找到受词，并且将受词 the book 移到句首，所以这个被动语态主词就变成 the book。 第二个步骤，将及物动词 wrote 主动改成被动，就是变成 was 加 PP， 所以呢被动语态的句子就变成 the book was written。 请看第三个步骤，将 by 加主词的受格移到句尾，于是整个被动语态的句子就变成 the book was written by him。 我们再练习一题，例句三， Jake has finished the report。 这是一个现在完成式的句子，主词是 Jack， 及物动词是 has finished， 受词是 the report。 再来三个步骤，步骤一，先找到受词，并将受词 the report 移到句首，所以就变成 the report。 接着第二个步骤，请将及物动词 has finished 现在完成式主动改为被动，于是就变成 has been 加 PP， 后面是加过去分词，所以这个句子就变成 the report has been finished。 步骤三，将 by 加主词的受格移到句尾，所以最后被动语态的句子就变成 the report has been finished by Jack。 看完示范，同学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将主动改为被动了吧？除了以上所提及的标准被动语态，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被动也值得同学学习哦。接着 Andy 老师来介绍。好的，接着我们来介绍其他形式的被动。第一种 get 变的加上 PP， 也就是过去分词，它等同于 be 动词加 PP， 也就是过去分词。我们来看例句一， The young man got hurt on his way home from work。 年轻人下班回家的途中受伤了。再来例句二，I don't get paid very much for delivering newspapers。 我送报纸的报酬不高。接着我们看第二种， become 变的加上 PP， 也就是过去分词，这要怎么用呢？我们来看例句， People can become infected after eating raw meat。 吃生肉后人们可能被感染。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句， They had just become engaged，他们刚刚订婚。接着第三种 be seated 就坐，这是用在正式场合的礼貌性用语，它怎么用呢？我们来看例句， Please be seated， 请就坐，这里会比 sit down 还要正式。以上就是全部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的文法要点，最后再由我来帮大家做个 conclusion 单元小结。一，主动语态 active voice 通常会比被动语态 passive voice 在语气上较强烈、直接且清楚。二，有些情况应该要使用被动语态哦。有哪些情况呢？第一种，如果做动作的行为者不详或不重要时，我们用被动语态。第二种，隐瞒行为者或者是不想要揭露行为者的身份时，一样
我们使用被动语态。第三种，被动语态它是可以表现出委婉的语气。第四种，有些研究报告我们会使用被动语态叙述，用来表示客观的立场。第五种，用来强调承受者或对象的状态，或者是把焦点放在事物的本身。三，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的转换步骤为：第一步骤，主动语态受词一致句首当主词；接着第二个步骤，主动语态动词改成被动，也就是 be 动词加上 PP 过去分词；第三个步骤，将 by 加上主词的受格一致句尾。还有些时间，我们一起做几题练习题吧。请将下列主动句改为被动句。第一句 ，He breaks a vase。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打破花瓶。主动句当中 ，a vase 是受词，于是呢，被动句必须把它拿到前面当主词，然后呢 ，break 必须变成被动，就变成 be 动词加 PP。于是这个被动句就变成 A vase is broken by him。 第二题， Mary wrote a letter。 玛丽写了一封信。这个句子当中 Mary 是主词， wrote 是过去式的动词， A letter 是受词。记得刚才的步骤吗？第一个，我们先找到主动句的受词，然后把受词移到句首当主词，所以第二句就变成A letter， 然后呢 ，wrote 必须把它变成被动，过去式的被动是 was 加 PP， 所以第二句被动语态就变成 a letter was written。然后呢，再把主词的受格，这个地方 Mary 不是人称代名词，所以没有受格，所以直接 a letter was written by Mary。第三句 ，John has finished the report。这句话的意思是约翰已经完成了这份报告。这句话的主动是现在完成式，那被动语态呢？怎么变呢？先找到受词 the report， 把 the report 拿到句首当主词。 has finished 主动改成被动，就是变成 has been finished， 后面再加 by John， 所以这个句子被动语态就变成The report has been finished by John。 第四句 My mother is cleaning the kitchen。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妈妈正在清理这个厨房。这句话呢，主动语态是一个现在进行式，那现在进行式呢，它的被动必须变成 is 或 am 或 are 加 been 加 PP， 所以先找到主动句的受词，把受词拿到句首当主词，所以这个句子就变成 the kitchen， 再加上呢现在进行式的被动，就是 be is being clean， 再加 by， 再加主动句的主词 by my mother。 第五句 The theater was keeping a seat for you。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剧场是正在为你保留一个座位。同样的道理，我们要先找到主动句的受词喽，就是 a seat， 所以这个被动句就变成 a seat was being kept for you by the theater。 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拜拜。